太热情了啊，其实都上当了，鼓掌的都是我们学生，都是托儿。今天这个天气不算很好，下雨，一场秋雨一场寒嘛，啊，以后夏天已经没有了，那你说明年还有，那是明年2012年的夏天，也是最后一个夏天。希望大家珍惜眼前时光，没事儿就来听听书。今天这个地方应该是德云三队在这儿说书，杨鹤通啊，李景察、李景琦呀、啊，还有谁呀、啊？袁鹤祥啊，他们在这儿说书。但是遗憾的通知大家，他们都住院了。你们这乐真的，啊，可以说是将近于全军覆没了，身体出了点小疾病，传染病，不严重。现在正在慢慢的恢复，没敢来，来了怕影响后台其他演员，说书离观众又近，他们嘴里基本功又不扎实，往外喷唾沫，飞沫传染，传给观众就不合适了，所以让他们先休息休息。这个李根呢，来就来吧，你跟表演的这个哈利波特可以说深入人心，挺有意思的。本来这周我也想再听听，没想到他把自己弄病了，他估计他不说，下次吧，他估计还会康复的，继续给大家表演。所以从我们一队临时的借了两个演员，一个我，一个郭鹤鸣，郭鹤鸣还没到呢，在张玉园那边正给人唱快板呢，一会儿那边结束，他来这边来替换我。甭管是谁在这说，得对观众朋友认真负责，好好给您表演。甭说来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，来三位五位，认真负责，好好演出，这是演员的责任和义务。甭说三五位，来两位，这儿坐一位，这儿坐一位，好好给您演出，认真负责。甭说两位，来一位，那就得研究研究了。那不如来一位在这听还行，听着听着上厕所了，你说我跟着不跟着？不跟着坐着等着，上完厕所打那个门人走了，我坐着等雷呢。我跟着也不行啊，人厕所里解手，我站在旁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，我品不品的我？所以说来一位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说了，甭管是评书还是相声都是这个道理。来两位最好，俩人不是一块来的，即便有个上厕所方便，也不能两人一块儿去，是不是？因为就一个坑，是吧？评书啊，现在来说，怎么说都没有什么市场，爱听书的人呢太少，爱学书的人更少，这就是恶性循环。喜欢评书的人少，从中挑出那个愿意学愿意说的更少了。年轻演员很多人没有这个资历，没有这个阅历，说评书说不好，我们也说不好，实事求是的说。可能有来过的朋友，我总这么强调，德云社呀，真正除去郭德纲老师啊，他已经是个神了，不说他了。咱就说我们一般的演员，会说评书的太少，你摔他也太少。你看我们一队有个郭鹤鸣。原名叫郭龙飞，学过评书，也说过评书。李根儿、李景琦也学过评书，10岁在天津市曲艺团，跟着一位老师叫宋丹红，不是苏丹红啊，跟着宋丹红宋老师学习评书，10岁学评书，到现在也得14、15、16年了吧。因为李根儿的岁数始终是个谜，他不说，可能各位可能有认识这个演员。他不说，他对外有一套说法，自己有一套说法，他可能为了搞对象瞒岁数，咱不知道。我跟他挺熟，认识10多年了，他生日好记，2月14，我劝他以后搞对象就这天结婚就行，又娶媳妇又过年又过情人节又过生日，多好。2月14号的生日，不是85年的就是86年。那阵我们见天在一块儿演出，前一天的晚上他上剧场去听评书，听完了转天下午就敢在剧场里说。您说胆儿多大？
没有那个潜心研究的时间，那时候也都是一块演出啊，也不怎么太懂这里的规矩，实话实说。弹指一挥间，这已经又过了十多年了，啊，现在也还在我们德云社，今儿没来住院，啊，闲言少叙，这个说评书啊，跟讲故事啊，跟唱快板啊，跟西河大鼓啊都不一样，有的听个西河大鼓也是以说为主，以唱为辅。有人说半天一段西河大鼓表演下来，单段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，唱最多能唱个十几分钟，往多处说二十分钟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说，唱的倒成为点缀了，唱起来呢基本都是废话为主，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，主要是说讲故事。很多演员就把西河大鼓当中的唱摘出去，单要这个西河大鼓当中的说。很多演员，评书演员都是西河大鼓出身，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是东北大鼓，都是大鼓当中的。田连元的师傅叫王启胜，王佩元的父亲，天津的老演员，所以说这都是一脉相承学起来，西河文居多。我们也是西河门，排曾字儿，我的名字叫高曾喜儿，很肉头的一个名字。郭德纲叫郭曾福，于老师叫于曾禄，福禄寿喜嘛。原来还有一个李菁，叫李曾寿，我老跟李寿曾混了。李寿曾是一个说相声，我们几个人算一时之徒。评书现在确实很难说，你看来这么些位亲爱的观众冒着大雨听我们这儿胡说呀，非常感谢您，您可以说是评书的最忠实的观众，确实是这样。现在甭说评书，相声也不好干，京剧也不好干，常听相声常听戏的朋友，内行观众一听那个说话就听得出来，干嘛去呀？听相声去，这是内行观众。干嘛去？看相声去，哥您原谅，这是外行观众。刚听相声时间不长，因为那个什么的在舞台上表演，看相声外行，听戏去内行，看戏外行。这演员是干嘛的？唱戏的，唱戏的。这演员干嘛的？演戏的，没有唱京剧的，没有说演京剧的，外行。为什么？以唱为主，说相声一样，以说为主。哎，说嘛，对应的是听，听相声。有那戏迷真虔诚。上回我在长安看戏，遇上这么一个事儿。我坐第八排，旁边一小伙子，小伙子前面是老大爷，老大爷60多，快70了，剃光头，胖乎乎的，在我斜前方坐着，我正看见，长得慈眉善目的。坐那人真叫听戏，我这叫看戏，外行不懂戏。大爷坐那儿闭着眼睛，不看，不用看。除了台上有什么遮跟头、武打，有这动作，睁眼看看。剩下唱，他站那儿唱也没动作，你看什么看？不用看，闭着眼睛品滋味，闭着眼睛摇头晃脑。品滋味，大光头60来岁。一边晃脑袋一边乐，旁边那小伙子呢也内行，听戏呢拍板，这可以理解，听戏嘛有板有眼，他掐着演员这个板，一般的拍板就俩手指头就这样拍就行了，或者拍手，小点声啊，要不影响人家，拍腿，就为掐他这个板槽，我们叫板槽，就是节奏，板槽准不准。旁边这小伙子就拍板，你倒往腿上拍，他过去，他拍前面老头那脑袋，老头大光头，新剃的，锃光瓦亮，跟灯泡一样，整在他前头，在我旁边，啪啪啪啪拍。最新鲜是什么？这老头也不反抗，也不反对他，就看着两边的咬牙，皱着眉头，就让他这么拍。啪，声音还挺大，你看我坐第八排，第14排都能听见。这怎么我明白？俩人认识，准是认识，但是呢没一块买票，
到剧场发现了前后座邻居或者同事的认识，认识就别计较了，人开玩笑咱不管不着。可是呢，你拍一会儿得了，他不去，有打开场拍个散场，老头脑都红了，红了都拍的。咱好奇，我得问你，一会儿散场俩人也没一块走，各走各的，也没说话。我说大爷，您留步，我问您点事儿。后边小伙子拍您，您知道。其实我这话也废话，他能不知道吗？第十四排都知道，他当事人他不知道吗？您知道吗？老头说我知道。您跟后面那小伙子是亲戚啊还是同事啊？拍过那个不认识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您就让他啪啪的就这么拍啊？看小伙子，你不明白了吧？他那是拍板的。我说我知道拍板的啊，我是看他那板拍的对不对。他要是拍对了，你看我一声没言语；他要只要拍错一板，我一回头家伙就抽他。这小伙子真不错，板条真瓷实，好，把我拍没了。您说这老大爷是戏迷迷到什么程度？来时候戴着帽子来的，走时候帽子夹着嘎着窝走的，脑袋肿了戴不上了，戏迷迷到这种程度，可见打小啊就得爱听戏。相声迷、评书迷更是如此。您从小爱听评书，爱听相声，我们在这儿非常感谢您。说不好，希望您多提意见。今天我说这个是什么书呢？可能有来过的朋友，叫《五鼠闹东京》。五鼠闹东京啊，其实就是七侠五义，又叫三侠五义，就是包公案。五鼠大爷钻天鼠卢芳，二爷彻地鼠韩章，三爷穿山鼠徐庆，四爷翻江鼠蒋平，五爷锦毛鼠白玉堂。这哥五个称之为五鼠，又叫五义。三侠：南侠展昭展雄飞，北侠闭目求然子然伯欧阳春，双侠丁兆兰丁兆会，哥俩算一侠，这么叫三侠五义。这是这部书当中的主要人物构成。咱们上回说到四爷蒋平气走韩章，说到这儿，只见因花神庙大爷卢芳啊去赶这个庙，赶庙不是目的啊，他不为赶庙，他是从打这个江南呢陷空岛来找这个五爷锦毛鼠白玉堂，找他五弟来，不知道在哪儿，就知道上了东京汴梁城找展昭展雄飞来报仇来了。因为展昭官封为御猫，白玉堂叫锦毛鼠，猫能避鼠，因为这名字这多余怄着气，各位。但是有的人不行，他信这个，这叫忌讳，他信。你比如说各位可能有去过山东济南的啊，山东济南有一条马路，咱甭说是哪儿的，开了一个饭馆，这饭馆的名字也不会起，叫潘金莲水饺馆。山东嘛，潘金莲水饺馆挺红火，冲这名字也得看看去，饺子人叫水饺。过些日子在他对面又开了一个买卖，武大郎包子铺，打起来了。那还不打起来，人家是潘金莲，你是武大郎，合法夫妻啊，你这等于占人便宜，这不合适，犯这个忌讳。白玉堂也信这个啊，我叫鼠你叫猫不行，我得找你去拼命报仇。商量好了，不是卢芳去，二爷韩章，三爷徐庆，四爷蒋平，他们哥仨到东京汴梁找老五。可是因为跟着白面判官柳青走了，去劫那个生辰纲，上回咱们说到了，把这个时间给耽误了。大爷卢芳在家等着，越等越着急，不见来人，说打个电话问问吧，那边可又没有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只有我自己去走一遭，把家里一切安排停当，他到东京汴梁找老五和那找人的那哥仨，在花神庙正碰上，管了一档闲事。
误打误撞让这个王马张赵给带回了开封府。其实那三义那三蜀啊，二爷韩章，三爷徐庆，四爷蒋平，也在花神庙上呢，他们别的没看见，就看见大哥让开封府的人带走了，这可不干。其实带走好吃好喝好带上，叫议事卢芳，书上有原文您可以查，议事卢芳，把卢芳给放了，让卢芳啊帮忙去找这白玉堂，都不是捉拿，是找。因为什么？白玉堂啊暗中围下两个重要的人物，首先围下了48处都总管班班陈林，那是皇上的亚父，亚父就是第二个爸爸，还围下了开封府的包老相爷，他救过陈林的命。包老相爷那是庞吉要害这个老包，全让白玉堂给发现了，围下两个重要的人物，打万岁那都不敢捉拿白玉堂，找到这个人将来要给他封官的。可是那三义不知道，就知道大哥被逮走了，准备劫牢反狱，到东京汴梁开封府府衙要找他大哥去，没找到，跟开封府的人动手了。而且这个二爷韩章啊使的是毒药镖啊，伤了开封府当中的四爷赵虎，赵虎说天津话是个愣子，浑浊笨愣，一镖给打那儿，用毒药镖，他这种毒药镖，子不见吾，吾不见子，子午相见必死无疑，就是说过不了6个时辰12个小时准死。打完之后走了，这边走了之后，大爷卢芳可没在这儿，放了，放到哪儿了？路上碰见一个人，白福，白玉堂的跟班的，找到了白玉堂，劝他回去，跟他到开封府。白玉堂说呀，那意思开封府买通了你了，你向着开封府来捉拿自己的结拜的盟弟。好啊大哥，那有绳子，你把我捆上，我跟你走。大爷卢芳受不了这话，一气之下自己来到了一片松林之内，准备上吊自尽，刚没挂上呢，让四爷蒋平发现，把以往的经过跟大哥这么一说，怎么结的生辰纲，怎么准备去劫牢反狱，跟开封府的人怎么动的手，都说了。大爷卢芳是英明之人啊，带着四爷蒋平二次回到了开封府府衙，面见包老相爷，把这个情况都交代明白了，都说清楚了，还是得找啊，找谁啊？找二爷韩章要这解药，那赵虎那儿拿毒药镖打了，要回来就死了，好比说晚上9点打的，转天早晨9点就完了，甭说九点来解药已经晚了，最起码得提前1-2个时辰把解药拿来。卢芳要去，蒋平不让去。简短接说，蒋平用了一个计谋去要这个解药，不好要，韩章自己没问题，缺心眼儿，韩章认死轴子，他跟白玉堂在一块儿呢，白玉堂何等聪明，不给啊，用了一个计策，把韩章从白玉堂那儿骗出来，然后把这解药蒙过来，解药就剩一粒了，江湖人有规矩，剩一粒绝对不给人，为什么？自己留着用防身，我要中了别人毒药镖怎么样啊，我好拿这一粒啊，我解我自己的毒，我大公无私，就这一个我给人家了，我这中镖了我等死，江湖人干不出这傻事，黑社会也一样，狙击手枪手都是一样，多的那枪里剩一颗子弹了，不往外打了，留着自杀用。那阵希特勒纳粹底下有这么一位死刑犯，临死之前，咱们中国过去也是这制度，临死之前他有什么要求你都得满足他，为什么？他要死的人了，最后一个要求了，当然也分什么要求，你说我想不死这满足不了，分什么要求，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想见谁，临死之前都得给他满足了。哎，
有这么一位苏行官，说你有什么要求，马上你要行刑了，上了绞刑架，有什么要求？有，我没结婚，没结过婚。这一听这不行，没结婚弄闺女睡一宿那哪行？那不行，不是您没明白，我有一个未婚妻，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了，我就让你们抓来了。我这个未婚妻不在，按咱们中国说法，不在本市，在外府呢。能不能把他接来，我跟他见个面，我死而无憾。那好吧，那好办，就是一个人的事儿，派专机直升飞机把这女的接来，接来之后见面。还有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？我想跟他接接吻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们也比较保守，是不是？到现在呢，说到谈婚论嫁了，光拉过手没接过吻，还不知道什么滋味，临死了满足我这要求行不行？你琢磨，要死了人家又是这女方也承认确实是马上结婚了，接吻接吻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好，俩人接吻。接吻不是目的，女的嘴里有毒药，一接吻咔嚓把这毒药咬破了，俩人同归于尽，死了。这就是他们的自我保护。我虽然说让你抓着了，死我可是自杀死的，我绝不能站在你的这个脚手架上，你把我勒死，门也没有，我自己死的。这就是过去的人，他得讲究这个，解药也是如是，剩一粒药了绝对不给人。他这怎么给了呢？他傻呀，缺心眼儿啊。蒋平多聪明啊，离开白玉堂呢，蒋平就是这个了。揪了半个扣子搁在盒里头，让他一晃，发声发声里挺响。一粒药，他说给半粒留半粒吧，他以为还有半粒呢，其实是扣子，拿过去。那个说你说这干什么？有用？韩章真中了人家的毒药标，差点没死这事儿。中毒药标了没关系，我这有半粒解药，打开之后一看，扣子，差点没死这事儿。这边把药拿过来。救活了赵虎，这个白玉堂埋怨二哥韩章，你怎么能给了他了呢？韩章傻呀，实心眼儿，也辩解不过白玉堂，一气之下一跺脚走了，气走了韩章。这是上回咱们说的最重要的情节，气走韩章。这边救活了赵虎咱就不提了，赵虎自己好了又抖机灵啊，没事又出去私访去。这回私访啊，又发现了这么一个案子，有人冒名顶替，顶替谁啊？顶替包世荣，就是包勉。顶替包勉呢、啊，怎么有一些个恶行。这段看似跟主题没有关系，到后边可有大用。上次咱们就说了这个地方，那没找着，主要为找白玉堂，找五爷，没找着，跟万岁皇爷万岁找。跟万岁皇爷那儿回禀，他们是哥五个结拜弟兄，大爷卢芳，二爷韩章，三爷徐庆，四爷蒋平，五爷白玉堂。现在大爷我们找着了，二哥没找着，三爷找着，老四也找着，老五没找着，五个找着仨了。万岁皇爷，您看您是不是需要龙目玉卵？那次找着仨了，你是不是先看看？一共五个，是老五最重要，他就算占一半的比重，那找着仨了，且比一个没找着强吧。万岁皇爷说：“好吧，明日早朝，摆驾御花园，朕当要御花园御审钦犯。”包公多聪明，一听这句话就明白了，御花园，花园儿。那是审案子的地方吗？现在犯了错误了，得在派出所里边蹲下。哎，蹲下了，到里边特别和善，不打人。您别信啊，没那事儿，打人也应该，你犯错误了还不打你，蹲下。公安局派出所里边审案子，哪儿谁犯错误审案子？北海公园审案子，那亭子里边坐着审案子，没那事儿，
万岁皇爷御御花园神呢，包公就知道没事儿，倒不了霉。包公多聪明，回边告诉这三义大爷、三爷、四爷，明天御御花园审案。审案可是审案啊，各位，毕竟要见皇上。过去封建年月，想见皇上是比登天都难。老百姓能见着皇上，不说过去，现在咱们见领导人都从电视、报纸上见。哪位您见过真人？轻易见不着，太少了。过去也是一样，得到礼部严礼，所有的规矩都得知道才行。他们也如是，要去审这个案子，审这几位能倒出白玉堂的蛛丝马迹来，那位最好；倒不出来，那也没有办法，慢慢找吧。主要为了找白玉堂。都说好了，马上准备要去了。各位，怎么去？包相爷就回禀，都带来了啊，皇上，这是那谁啊，大爷，钻天鼠卢发，行吗？名字没问题啊，各位，他那外号不行啊，都知道江南无鼠，皇上也知道，因为这个跟展昭、展雄飞那御猫接的仇，他没带着外号，皇上会问呢。都说无鼠，他叫什么呀？叫钻天鼠，能说吗？皇上是谁呀？皇上是天子，天的儿子。你叫钻天鼠，你钻皇上他爸爸，他爸爸让你钻吗？那不行，欺君之罪啊。所以说包公太为难了，这些问题都得想到。当的官越大，想的东西越得多。伴君如伴虎，如羊伴虎眠，一朝龙颜变，是四体不周全呢。守着万岁爷不是什么好事儿。离着皇上近了，是你要把这妈子顺溜的弄好了，好吃好喝好带上。只要哪句招皇上一翻脸，那说杀就杀，杀完后悔，后悔也晚了。您这切开亮着，包公都得想好。改，大爷钻天鼠卢芳改。钻天不就能上高的意思吗？改，爬杆鼠卢芳。你听这名字就不这么大气，钻天哪玩多的，爬杆鼠卢芳，就那杆儿他能爬上去。爬得比别人快点，那没办法，爬杆这皇上就不犯忌讳。二爷彻地鼠韩章，这无所谓，反正也不在这。三爷穿山鼠徐庆，这也不行。穿山鼠皇上执掌万里江山呢，他执掌的江山你都给穿了，不行，改。穿洞鼠徐庆，所谓穿山呢，就是穿那个山洞，得有那洞他能穿过去，这山上没动他也过不去。穿洞鼠徐庆。四爷翻江鼠蒋平也不行，万里江山的一样啊，他的江山你都给翻过来了，翻江鼠那行吗？不行，改。水内鼠蒋平，听这名字就没这么有意思了。水内鼠蒋平，五爷不要紧，锦毛鼠白一趟，是凡没逮着的那名字都没事，在这儿的名字全得改。你说这玩意儿不巧合吗？得把这几个人的外号全都得改了，这样包公才放心。反反复复的看了半天，实在找出纰漏来了，拿着这个第二天早朝到了御花园，带着三义，三义不能跟着他进去，在外边等着，午门外等着。这边回来启奏我主万岁，三义带到。万岁一听来了，那见见吧，啊，摆驾御花园，到御花园去。这仨人就在这儿呢。万岁拿着单子，包公给的单子，你看，爬杆鼠卢芳，穿洞鼠徐庆，水内鼠蒋平，听这名字就没多大文化，那没办法，临时的，皇上不知道。你看啊，谁叫卢芳？书中暗表，卢芳可是一表的人才，虽然说岁数大，50岁左右。过去50岁就跟现在70-80岁一样精神。一听这句话，卢芳懂得道理，扑棱一声跪倒身行，启奏万岁，
草民卢芳见驾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不能抬头。皇上说：“你叫卢芳啊？啊，草民卢芳，这都有规矩。各位，跟皇上说话，声音不能大了。你叫卢芳啊？啊，惊驾，杀了！皇上害怕，皇上胆多小啊？你叫卢芳啊？啊，听不见，慢君怠慢皇上，杀了！这玩意儿这劲头不好拿捏，您知道吗？”你叫卢芳啊？啊，不敢抬头。你叫卢芳啊？啊，抬头一看，皇上，仰面弑君，有意刺王杀驾。你憋着杀我是吧？不杀我，你看我干什么呀？完了，他就完了。过去当官的也是一样，双手捧朝珠，低头看二九。当官的，但是卢芳现在没有官，没有功名，没有朝珠。当官的，双手捧朝珠。低头看二钮，告诉你了，啊，过去穿那个衣服，钮子，现在是扣子，钮子，疙瘩块，这是一个，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低头老看着这个，老得提醒你别抬头，仰面弑君，有意刺王杀驾就完了，看着这个，老看这，多严格呀，钮子，大家现在可能穿中式的衣服还有这个，天津不叫钮子，天津叫疙瘩。嘎的探子，嘎的，嘎的，天津话，这也闹笑话，也闹笑话。有一位天津人到北京来买这个东西，商店里边，他不懂啊，按天津话说，同志，手累吧，来俩嘎的。售后员北京人，嘎的，啊，来俩嘎的你了，好嘎的，我们这不卖嘎的，旁边。六必居，咸疙瘩、酱疙瘩都有。六必居干嘛去？买疙瘩。买什么疙瘩？他比划，人家明白了。这个，这不疙瘩吗？人一乐呵，可能您天津人吧？哎，可能人天津的叫疙瘩，我们这儿不叫疙瘩，叫钮子。这位一听乐了，哟哥儿啊，天津位叫疙瘩，这地方叫钮子啊。好，咱长点见识。咱大地方人天津卫来了，先露怯了啊！行了，同志，你受累吧，来俩钮子，人给拿俩钮子，给完钱他出来了，出来还琢磨这事儿。哎呀，天津卫叫嘎子，这地方叫钮子，哎呀，跟哪有点意思。拿着这往外走，他就琢磨这个没注意，脑袋撞门框上了，梆一下撞这大嘎子。他想跟这服务员说说北京话，又露怯了。哎呀，同志，光顾跟你说话了啊，没注意这撞个钮子。你看看，服务员说：“您那还叫嘎的，您那个啊，哦，这还叫嘎的，再回见吧。”他走了。所以说，各地的方言不一样啊，因为一点小物件也能闹笑话。不敢抬头看皇上，当官的都得看着这扣子，这叫第二个钮盼。卢芳懂得规矩，低头往那一跪，皇上得让你抬头，你才能抬头。抬起头来。寡人看看，草民有罪，不敢抬头，恕你无罪，谢万岁，这才敢抬头。抬头这么一看，赶紧再低下，不是谢万岁，老盯着皇上看也不行，给皇上相面受得了吗？一看赶紧就低下，皇上就这瞬间一看卢芳，好，面如生阳干，胖大魁梅。胡子、长相、模样、戳个一脸的英气，看别看五十来岁了，很漂亮，很精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爬杆鼠，他刚改的，他哪记得住？爬杆鼠啊，爬杆鼠卢芳就是你啊，不错，万岁，就是我。啊，他很懂礼貌。为什么叫爬杆鼠啊？这都昨天晚上包公教给他这条词儿啊，开始给人编。昨天刚学的，万岁，我们呢是渔民出身，渔民呢离不了打鱼，就得有渔船。因为那个渔船都是帆船，那天在那个水面上遇上一点风浪，帆船上面那个帆呢，风一刮呀，搅到一块儿，
这帆怎么也落不下来了，眼瞅着这船就要翻了，啊，翻船翻啊！我一看这种情况，我赶紧我就顺着这个翻船这船杆我就爬上去，把上面这解开了，把帆落下来了，这么着救了一船人的命，所以人家给我一个外号，管我叫爬杆叔。这都昨天包公攥着呢啊，包公编的，编完了告诉他，他背下来记住了，哪有这么回事儿？没这事，万岁大了，皇上啊，只要到了皇上了，皇上等于混蛋。我说过，过去啊，封建社会啊，皇上基本就是什么也不懂，他也哪儿也不去，他知道什么呀？有才有能的皇上有几个？一说就信了。啊，至于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啊。好，好，在船上的帆你能给他弄下来，这么叫爬杆术，不错万岁。那得考验考验呢，咱们这回书叫金殿献艺，考验考验。哪有啊？是御花园，御花园里也没有打鱼的船呢，没有。哎，无巧不成书，这时候来了一阵风。有旗子吗？有旗子，现在也有旗子。重要的办公的地方有国旗，有党旗。过去没有国，没有党，什么旗？方位旗，东西南北中，好酒在张公啊，各个方向有各个方向的旗子，按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壬癸水，南方丙丁火，中央戊己土。南方丙丁火挂红旗，西方庚辛金挂黑旗，北方壬癸水挂青旗，东方甲乙木挂白旗，中央戊己土挂黄旗，杏黄旗。来了一阵风，把这个杏黄旗呀、啊、上面那个绳子给刮断了。你看旗杆在这儿，旗子在这儿，上面掉了，在下面当了，这旗子在这儿当了，下半旗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样也不好看呢。皇上无意识的一抬头，正好看见那旗子，鲁方草民在，抬起头来，顺手观看，看见了吗？旗杆上那旗子掉了。你既然叫爬杆鼠，朕当这儿正好有个旗杆，你能不能上去把这旗子给寡人接上？撤，对他来说太小儿科了。甭说他专门干这个，专门钻山爬杆的，甭说他了。那人说这蒋平啊，人这徐庆都能来，稍微练过的都能来，而我也能上来，就是慢点，这有什么了？皇上不懂啊，皇上没事没爬过杆，他以为这玩意儿多难呢。能不能把他这旗子给寡人挂好？鲁方抬起头来一看，这没什么，旗杆高，咱承认旗杆高，咱们家用的过去也有旗杆3丈6，干嘛用的呢？高大天棚3丈6，咱们夸住宅当中不有这句吗？高大天棚，支着天棚的也有杆的，皇上的皇家的7丈2，1丈是3米啊，现在来说对吧，7丈3×2是1米多，那就相当于7-8层楼的这么个高度。无妨不往心里去，虽然说50来岁有功夫，抬头一看，万岁，草民勉为其难，谦虚，客气话。万一呢？万一不成怎么办呢？勉为其难，那意思我要是弄好了，你别高兴；弄不好了，你也别怪我。勉为其难，好吧？你去把它给我弄好了，主人，我要看一看。磕完头之后，这卢芳可没上去。皇上有点不高兴了，你许给我了，你上去怎么不动？一比划，前一比划，万岁，你神哥，为什么呀？动不了，穿着醉衣醉裙，戴着手铐脚镣，以罪犯的身份来的，罪民卢芳，你带着这个是上不去。皇上不等于混蛋呢？他不知道，一举这个，包相爷看见了，启禀万岁，他带着刑具，实在不便去整理那个旗子。啊，把刑具给他挑了，刑具挑了，那这醉衣醉裙别挑了，穿着醉衣醉裙，抻着胳膊蹬蹬腿，毕竟50来岁了，
浑身没有崩挂之处，到了那旗杆下边，坐着旗杆，左手往回拽，右手往前推，叫声进，上去，皇上都看傻了，没见过这，不光皇上看傻了，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将，五府六部，八大朝臣，一个一个暗挑大指，罢了，真有本事。武将跟他们一比完，为什么？武将打仗是马上的功夫，见着侠义，他们没见过这东西。真正现在有那个变魔术的魔术师，变飞机、变轮船、变楼房、变大炮才行。中国的小手彩儿他没见过，他看着都新鲜。一个道理，武将马上打他行，这个爬杆他们没见过。好，皇上一看也高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别叫爬杆鼠，歇了虎子鼠多好啊，跟歇虎子一样。皇上感觉也没什么文化，上去之后他上去了，拿脚绊住了那个旗杆，手可以松开了，脚这挂着就行了。你看上面打死结了，也连拿手带牙牙反正都给解开了，挂上之后旗咔嚓这么一扬，你看那个早上起来升旗了没有？在敬礼啊，卢芳就甭敬礼了，底下人热烈鼓掌，也得在皇上鼓掌之后他们才敢鼓掌。皇上说这东西好，大家得一块碰，好，不错不错，真好。皇上给什么东西都得是好的，皇上说什么话都得是真理，然后两个凡事嘛，对吧？好，皇上一叫好的文武大臣，好，太好了。这还不算完，有一手绝活，俩手攥着这个杆，这俩腿腾空而起甩出去，拿脚尖拽着这旗的角，这手可不好来，各位，旗杆在这儿，他拿手拽着旗杆，人整个飘起来，功夫把旗子带起来，好，热烈鼓掌欢迎，不是要求翻场啊，这门没法翻场，得下来呀、啊，下来，完事了，旗子接好了，可以下来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往下出溜。扎着我底下，山东豆发都听过吧，孙德龙夹着钩杆子跟那意思一样，扎着我底下夹着这颗杆子往下出溜，七丈多呀，各位，二十多米啊，往下出溜到离地还有两丈左右，突然一下子一失手掉下来，文武过关都吓一跳，哎呦，这玩意儿两丈多也喝六七米呢，也两三层楼呢，掉下来，这不摔得好点的吗？吓一跳啊！他是憋着露一声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各位，见着皇上了，还不把自己看家的本事拿出来？万一皇上要是高兴，上人见喜，后半辈儿可就不发愁了。各位，跟演员一样，我都进了中南海演出了，我就别说反气口了，我就别说打灯谜了。我得弄点我那个俄勒金德的，就我自己会的最拿手的东西给人演出啊。他们一个道理，人生能有几次活呀、啊、各位，见着皇上这机会一生都难得，这时候不显越显越，什么时候显越？离着地面还有两三丈高，嚓啦一个跟头翻下来，头朝上脚朝下掉过来了啊，各位，落地的时候犹如四两棉花相仿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，一亮相金鸡独立。各位，刚才啊，看傻了，怕掉下来，一失手眼睁撒手了，这回一看自己站点稳如泰山，等一亮相，文武过关热烈鼓掌，太好了，皇上激动的都从那宝座上下来了，忘了自己是皇上，投入了。哎呀，我朝又有如此的能人，寡人振兴有望矣。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啊，这句话多的都有用，什么时候都是用人之际，人才有多少都不嫌多。英明的皇帝，愚昧的皇帝怎么看啊？就看一点，
是否重视人才，是不是爱财，不是钱财，人才。如果嫉贤妒能，这皇上好不了。皇上比我能耐大的全部能要，那不行。能耐越大越好，保着我，给他们很好的待遇，让他们保着我，我这江山能够牢固，这叫皇上。皇上一看高兴，皇上等于混蛋了。高兴了是高兴了，他给封个官啊。皇上知道封个什么官，他不知道。问包公，包公是他的救命恩人呢，对吧？当初梦中救不下呀。问包公，包爱卿万岁！你看，我打算把这个卢义士啊，封一个官，你看封个什么官比较恰当合适呢？我考考你。他考人，其实他不知道，他哪有谱啊？他就知道钱越多越好，别的他不知道。我考考你，万岁，以包某我来看啊，我的开封府现在有八个勇士：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、董平、薛霸、李贵、楼青，蒙万岁皇爷的圣恩，他们是五品的校尉。这个卢芳刚来，比他们哥八个能耐大。虽然说到现在寸功未立，皇上，要是问我的话，依臣之见，